你干嘛？你别跑！干嘛你？你怕什么吗？ 上次的钱还给你啊！还有病！我来吧。来，别动。你又想把这交我头上，再跟我要钱是不是？ 干嘛叫你头上啊，天哥？你真的拿自己的钱还给人周老板的呀？你说你这样，我心里边特别不好意思。你少来虚的，你们你先把钱还给我。啊？啊？我哪有钱呢？我还管你借钱呢。你这……哎呀，你说你一个人吧，打两份工，你那些钱都跑哪儿去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寄回家了。 我得给我弟弟攒学费呀！哎呦，得了吧，你就别……我要再信你，我就是这个。行，哪个呀？那不是因为你昨天的把我开了吗？要不是因为破你那盆洗脚水，人凭什么开我呀？ 那房租都到期好几个月了，那房东天天来找我，咱们这儿的工资还有些日子才能开呢。这星期的吃的我都是赊的，再说这个月那啥快来了，卫生巾还没买呢。等等等等，你打住！什么都说，钱你先拿着花。我是借你的啊。天哥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 小姑娘，长得挺漂亮，人也挺聪明。你真缺钱，这么多大款，你都找人嫁了不得了。我要是当少奶奶去了，谁陪你喝酒聊天，给你包扎伤口啊？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喜欢我，我是不会嫁给你这种穷光蛋的。 很喜欢你，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了我？那你凭什么就不敢呀？啊，你看你长得又帅，人又好，又会赚钱，你知道我们这儿有多少小姑娘喜欢你呢？又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吧？嗯，你怎么老有事儿呢？我不管，不管拉倒。我走。哎呦，天哥。 你就陪我去一个地方吧，那个地方你要不陪我去，我自己真的不敢。你还有你不敢去的地方。行了，你就别埋汰我了。哎，你不有一兄弟吗？能让他陪你去吗？你什么兄弟？我骗你的。满嘴跑火车，你哪句话能？这次回来我什么都告诉你，行了吧？ 借钱就去买牛仔裤做头发了是吧？啊！我怕我穿的太土气了，他会嫌弃我。他这人品味可高呢。哎呀，天哥，我又想见他，我又害怕见他，心里可矛盾呢。男朋友吧？嗯。他是我第一个。 是唯一一个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他。后来，他
诈骗罪判刑了三年，我一直在等他。真是我男朋友啊！一会儿他出来你看看，可帅了，人又聪明，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才犯了诈骗罪。你挣那些钱都是寄给他了是吧？怎么没听你说去看过他呀？他不让我看他呀，他是觉得怕我看见他的样子心里会难受吧。虽然他犯罪了，但他真是一个好人，他挺爱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等他，等他出来了我再离开他。嗯，离开他？那你要离开他，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走走走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娱乐总会工作，有给别人洗过脚，我怕他嫌弃我。天哥，那你说我要不要跟他说实话呀？要，我肯定得说实话。你总不能连自己男朋友都骗吧？谁都可以骗，就是不能骗他。那他真要嫌弃我该怎么办呀？不会，你想，你做这么些东西都是为了他，他如果真爱你，他肯定会不嫌弃你的，啊？他又那么聪明，是吧？他会理解的。那你帮我看看，行吗？紧张也得。这就是你的唯一啊。这个名字啊，很家子气那种，但是在东北你知道吗？纯爷们儿，仗义。在我这个时候，一定要唱一段。马前泼水。好，来。崔氏女，当当，在爱房中那里个冷，紧咬牙根儿啊。好。好什么？好听啊。这数九寒天下大雪，我逼他打拆进了山林呐、啊、西北风冒烟儿雪越下越猛啊，不让雪埋他也得被狼吞，他
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，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儿，另嫁人儿。我可就另嫁人儿呀！啊！这就对了，嘿，这才是你米玲珑。这你今天晚上甩掉他，你明天就有一排人排着队等着娶你。哎，这太对了，这杯就我干了，庆祝你的重生啊！来，你重生个屁呀！崔氏女是一个傻子，后来人家朱买臣考上状元了。他是个傻子，人家不要他了，他干嘛呀？他是个傻子，人家不要他了。想让他好过一点再离你，我想等他出来以后，我们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们结婚，我们生孩子。可是人家根本就不要，根本就不要。小子喝不值当，啊！他不配让你喝酒。我见着他，我都见一次打一次。那你娶了我吧。牵手，让他门口就转去，我气死他！我让他知道梅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女人，他不知道珍惜。我告诉你，咱俩有了孩子以后，妈从他有记忆开始，我就告诉他，曾经有这么一个男人对不起他妈，然后天天去报复他，天天砸他们家玻璃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他。小米。问题有很多种解决方式，你别必要这么激动。那个，算了，哎，不谈这事儿了啊，不谈这事儿，咱高兴。好，咱今天高兴啊，咱怎么高兴怎么来。高兴，嗯，唱戏高兴，唱戏高兴，那就唱猪八戒背媳妇儿，猪八戒背媳妇儿，就娶那猪。我就唱那媳妇儿。我不能娶那猪啊。我先唱，叫相公啊，你唱。大嫂啊，我说叫相公啊，你说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啊。
这。嗯。小青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怕你也不得劲儿嘛。什么得不得劲儿？你不对不对，我记起来了，我知道了。昨天是你喝醉了，你不记得住我住哪儿，我给你扶到家里，我给你安排在床上睡，然后看你睡着了，我才铺了一个地铺在睡的，怎么就这样了呢？别腼腆，特斯文，没想到你，哎呀，你这，你把衣服先穿上，你去，不你穿上衣服咱们再说。哎呀，躲什么呀？这都这样了，还躲什么呀？哎，这哪样了这？干什么特过分的事儿吗？你说呢？马明终于大学毕业了，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，他脸上轻松，骨子里却很着急，迫不及待想早点赚钱拿回家。秋姐，回来了。妈，哪来这么多毛线啊？用你爸的那个国库券和黄牛换的。你爸买的是8年期的，8年，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还不如换点毛线，打点毛衣实惠。我想过了，给你和弟弟一人打一套。等你们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还可以给孩子们打。不知道马峰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花阿姨，我给您带来了几只活的梭子蟹。哎呦，快看看，活的。对。哎呦，你看你看，哎呦，市面上这我个，市面上看不到，全部都是膏黄，我宁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。哎，那我这样放着不会死吧？不会死，不会死。晚上吃啊？晚上吃可以。好好好，哎，留下来啊，我以后去买菜。好好好。马明，那个分配通知书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坐。哎，今天怎么没有听到你摩托车声响了？听说你那辆250cc 的，轰起来几条弄堂都听得到。上海滩第一批开摩托车的都差不多报销了，我怕报销，不敢骑。坐啊。哎，下个月。我弄一辆免税车进来。这冰箱还是马拉带回来那个，太旧了。小明，免税商店新进来一种大的，200立升的，要不要我帮咱家弄一台？不用，我和我妈用足够了，我们又不像你万元户，摆不上什么排场。马拉怎么样？来信了吗？你还挺惦记他的啊。我就是问问他来信没，信里有没有提到我，有没有骂我。没有，没有骂你，连提都没有提到。好了，不提马拉了。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你这么神秘兮兮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民国26年国债。我今天来啊，找你就是谈这事儿。这个，美国的。
德国的，日本的国债。你从哪儿翻出来的这些出土文物？出土文物，这是财路财运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家在旧上海就是靠炒这个东西发家的。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拿梭子蟹来吗？因为我知道你马明从来就没吃过活的，对不对？鲁迅先生不是说过吗？要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不要跟我提鲁迅。怎么个吃螃蟹？谁吃螃蟹？这就是大螃蟹。来，看，这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国库券，它的利息是银行的一倍。可现在很多人不要，就算是硬性认购，也全部都急吼吼拿去卖掉，这不是脑子瓦塌了吗？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，分到了马鞍山银行，据他说他们那边100元面值的，才卖60-70块。太好了，马明，你算算，就算是90块钱买进，100块钱卖出，还有10块钱差价呢，对不对？1000块钱呢，多少差价？10000块钱呢？10万块钱呢？嗯，有这种好事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外地收购啊？我实话实说，我这人领行情懂世面，但是我吃不了苦，所以我找你合作嘛。马明，你跟我混，我保你发财。莫文辉，我告诉你，凡是和你莫文辉搭界的，就是金山银山堆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动心。我说马明啊，你怎么总觉得我是坏人呢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对马拉有歉意才低头哈腰求你？是不是？你搞错了。上海滩国库券生意的党章某子有多少能晓得吧？7300多个黄牛想跟我合作的挤破脑袋，我没必要热脸贴着你冷屁股吧？我为什么找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你马明是淮海区真正的优秀分子，将来你马明一定把我莫文辉甩出10条横马路，信不信？不信，我今天把话就放这儿。哼，我要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是块璞玉了。你是伯乐了？我没这个意思，马明。我跟你说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看人的本事一看一个准儿。我爹传了我一身坏毛病。唯独有一样好处，眼睛毒。真的，当年我看见你姐第一眼的时候，就认定这是一位善良的好姑娘。她那叫软弱，所以才被你弄到手了。不跟你斗嘴了。你有个同学不是在马鞍山银行吗？马鞍山离上海很近，坐火车3个小时。那里有好几万钢铁工人，每个人手里的国库券都不会少。你替我跑一趟，怎么样？收购回来的国库券，我负责包销，你提成。就等于你跑一次，可以得到你以后工作2-3年的工资，你好好想想，干不干？莫文辉的一番话，终于让马明动了心。你要带多少国库券？10000？这么多？加个零，10万。这些都是我们银行的国库券，我们又不能上市交易，都成了死钱了。哎呀，市民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银行送，你帮我们把这钱换成活的，可真是帮了大忙了。下次我再来啊。小安，啊，这是500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我们是同学啊，同学帮个忙还要个酬谢啊。再说了，我替银行干的这事儿，银行还得给我发奖金呢。小安，
我知道你担心我这是投机倒把，怕影响到你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就算国家规定了不允许异地买卖国库券，我也绝对不会连累到你。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没这个意思啊。哎，客气什么嘛？来来来，拿着。行。孔明，哎，我这儿有两瓶古井贡酒，还有两条本地烟，你挥手。哎，收上。今天咱们要好好出去拼几杯，好久不见了啊！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。我们这儿长江刀鱼，你们上海可尝不到。走，今天就把它喝掉。走啊！酒足饭饱，醉意盎然的马明回到了小旅馆。啊，哎，这里谁负责住宿登记啊？啊，小李，小李，哎，来人了。哦。住宿登记。哦。来，写吧。蜂花洗发水，你闻出来了？你要喝水啊？热水瓶里有。要是他洗呢？我们楼下有锅炉房，有热水啊。哎，同志，哟，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我们这家啊是这一带最好的条件了，你看看这间满不满意？行不？同志啊，能不能把被子换一下？这被子才用了两个星期。才用了两个星期。嗯。哎，同志，来。哎，泡泡糖，哎，大大泡泡糖，就广告里说的那种，越吹越大的。这是口香糖。不过也可以吹泡泡的。哦，哎呀，你们撒娇你啊，就知道爱干净。哎，我帮你换一个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有什么事叫我啊。好。马明突然闻到一股子熟悉的蜂花香皂味，当年挤在那间逼仄的屋子里，姐姐每回洗完澡换上干净的内衣，她总能闻到那股子香味。如今马拉远隔重洋，但那股子味道似乎能冲破时空的阻隔，一直沉淀在她记忆的深处。
我洗脸。洗脸。小姐，干嘛去了？我刚才口渴去打水，看到说203的那个人啊，行迹有点可疑。哎，他急急忙忙的从锅炉房出来，说是洗脸，可我看他那毛巾是干的。锅炉房有啥好偷的？哎，那都是一些铁东西。再说，人家可是上海人。哎，上海人怎么了？哎，上海人就不偷东西了？不知道他是真上海人还是假上海人，反正我觉得他的行迹可疑。哎，你到锅炉房去看看啊，你值班，少了东西啊你负责啊。行行行，我去看看啊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问你呢？什么事？你这臭流氓！臭流氓！臭流氓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偷人的东西？我你不要脸！我没有偷女人的东西。哎呀，没有偷那个！哎呀，你真是不要脸！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靠着东西下火呀，警察同志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他掉在地上弄脏了，我想帮他洗洗干净。别解释。你说你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的，就凭你这模样，那大姑娘小媳妇儿还不是随随便便搞到手啊？我真的没有偷他的东西。现在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我你什么你？委屈你了是吧？你不是想洗清吗？告诉你，就你这事儿，我们已经当作流氓案件立案处理了。你说你上海男就这德行，有贼心没贼胆，小家子气。好了好了，别再把头塞裤裆里了。这种事儿你既然干了，不管你有没有勇气，都得承担。你抖什么抖？我想喝口水。看你啊，也是个老实人，记住，吸取经验教训，以后别再干这种丢人的丑事儿，啊！你叫马明？是，叫马明。这名不错啊，叫的还挺响。你在上海什么单位工作啊？这工作单位这栏怎么填啊？我没有单位，我是待业青年。看你穿的三青四落的，待业青年不是糊弄人的吗？念了几年书啊？高中毕业。看你小子长得细皮嫩肉，说话文绉绉的，还真不像个流氓啊！要真是个小流氓、小混混，那见着女的不早就下手了，还用得着玩虚的？家住上海淮海区。对，淮海区。
来，把你们那街道电话留一个。怎么着？你说你没工作，待业青年，我也就相信你了。你接到的电话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们知道你是不是坏分子，有没有前科？我不是坏分子，我没有前科。别看你小子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我告诉你，知识分子怎么了？知识分子也有反革命。你看那样板戏里那蒲志高、王连举，哪个不是知识分子啊？啊？马明心惊肉跳，战战兢兢写下了居委会的电话。来了，你们接到居委会派人来了，办好手续就领你回去。马明同志，你好，我是居委会莫一毛。你们不是一个街道的吗？怎么还来这套？是一个街道的，这他犯了错误，总得有一个公事公办的样子嘛。啊，是他吗？是他，马明，从小看着他长大的。来，这签个字。好。哎呀，这警察同志啊，真是感谢你们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放心，这回去以后啊，我这一定对他加强思想道德教育。啊，哼，年轻人嘛，犯点错误难免，啊，千万别有思想包袱。列宁同志不是说过吗？年轻人犯错误，就是上帝都会原谅他的。是，那伟大领袖都这么说的，是吧？最重要的是，要讲无产阶级的革命健康思想，千万不要让资产阶级的腐朽落寞思想占据头脑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对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呢，拿100块钱出来，算是赔偿给那个旅店女服务员的。人家说了，说你拿过的东西，人家不想要。是，我也知道，他那东西也值不了3块2块的，他是在敲你竹杠。谁让他是男人呢？啊，咱总不能跟女人一般见识是吧？对对对，总是你理亏嘛，是吧？是吧？是我真的没偷，我是好心人。别狡辩了，警察同志会冤枉你吗？行了，那这个你留个纪念。不要了，真不要了。万一下回用的时候，那就真不要了，真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又不是什么贵重东西。好了，好。那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已经算是把你们交给你们组织上了啊。嗯，好，你们回去之后呢，好好跟领导谈谈。哎，同志，嗯，我们已经批评教育过了，你们回去就不要再处理了啊。哎，犯了错误的检查还是要写一份的嘛。是是，我回去认真写检查。好，那是你们的事儿啊。那就这样，回去吧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您的批评教育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这儿啊。还有300块钱购物券，要不帮我收了？这，我好好好，哎，别，马明，你刚刚犯过错误，不能再犯错误了啊！你这个这怎么能算犯错误呢？啊，互通有无嘛，这也是国家政策允许的，是吧？啊，那总不能为了300块钱我特意跑到你们上海吧？啊，说的也是啊，那这样吧。他一个待业青年也没什么钱，我给你换了吧，啊，我给你换，对，我给你换呢，我就不能按原价给你换了，好吧？多少钱啊？60%，最多70%，八成，好了，好，80%成交，300，哼，300，拿38240，对吧？就这样，那我就不点了啊！不点了，放心吧。那就回见。那就这样，警察同志。哎，走。
再有的话，你再告诉我，我过来还收。好好好好，一定一定。这是本地的特产，请两位尝一下。好。来，菜长，哇，还串着呢。一副灵魂出窍、六神无主的样子，啊，好像天塌下来似的，算什么呀？可我真没有偷他们东西，他们误会我了。偷了怎么了？不就是两件女人的内衣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偷过，偷的不见得比你少。小时候我经常翻我妈的抽屉，我妈妈有整整两抽屉，胸罩和内衣各式各样的。我尤其喜欢那个蕾丝的，那感觉好极了。后来再大一点，我还看过黄色画报、黄色录像。怎么了？男人嘛，对你们没兴趣叫男人吗？多想拥你在我的怀里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。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，盼望今生出现奇迹。无尽的想